我是觉得陈哥他对我妈好，他对我好，而且他对他身边的人的也好。这么一个有爱心的人，这么善良的人，这么优秀的男人，换了谁能不爱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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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在陈哥家做保姆八年期间，陈哥送了她一套在沈阳价值40余万元的房子。碰到困难请假休息时，陈哥还分别给了她几万元的补助，并送她上了美容学习班。两个月前，小梅向雇主陈哥表白，却不料被陈哥婉言拒绝。那么，是否真如小梅所说，雇主陈哥是喜欢她的？今天雇主陈哥是否会来到现场接受保姆的告白呢？我今天就是想在这个公开正式的这个场合里边，我正式的我向陈哥表白一次，就是如果要可能的话，我就在舞台上我再争取一次，我觉得我爱他，我暗恋八年了，我就应该说出来。接下来我们看陈哥会不会来好吗？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今天陈哥不来，接下来你怎么办？如果今天陈哥要不来的话，我就永远都离开这个家，永远离开他了。你的意思是说，做不成爱人，我连雇主与被雇主之间关系我也不要了，是这个意思吗？我觉得这个男人既然他不属于我了，那我你说我还生活在他的这个氛围里边，那对我不是一种折磨吗？好吧，我就觉得我是可以做陈太太的，而且我能做得挺好的。如果陈哥跟你说，我一直以来对你是很认可的，但是我确实是有了心上人，他不久将成为沈太太，你会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能留在这个家里边了，我要永远离开他们，而且我以后也不会再做保姆了，我要重新开始我自己的生活。好，如果陈哥是以最后一种方式回应你，说我会有我自己的生活，我已经有了心上人会做我的陈太太，你离开陈家的时候，你会把那套房子还给陈哥吗？会的，我不会让他的东西的。小梅鼓掌。来吧，收拾起你的眼泪，勇敢地面对告白之门可能给你带来的结果。把你的左手放在按键上，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请按键。按键。他肯定不会来。异性之间难道只有爱情没有友情吗？但就是因为他这样不排斥他的话，对他不反感的话，也会对他有一点好感，也不能够排除他跟他没有爱情。拜托拜托，朋友之间的好感能等同于恋人之间的情感吗？还有从他的哪句话说你们断定这男孩一定是喜欢这个女孩吗？明明这个女孩说得很清楚，这个男孩喜欢很性感的苗条的，他一点也不沾边啊。其实我以前不是很胖的一个女孩子，我是128斤，因为一场车祸然后打了激素，一年长到了300多斤。由于一场车祸，原本体型正常的花花受治疗激素的影响，体重暴涨到300斤，活泼开朗的她也因此变得抑郁寡言。两个月前，一次偶然的经历
花花喜欢上了朴实善良的张佳琪。为追求心中的男神，花花疯狂的减肥，苦练肚皮舞，想在100斤的时候向男神告白。然而不久前，花花得知另外一个女孩也在追求张佳琪。在朋友的鼓励下，两个月就减掉70斤的花花鼓起勇气来到完美告白。那么曾透露只喜欢苗条女孩的张佳琪会来到现场接受花花的告白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真的有人就是喜欢胖胖的女生，那张佳琪会不会是呢？她能不能来到这儿呢？我们待会儿要拭目以待了。你们三位要不要在她选择开门之前再给她一个鼓励？好，加油加油花，一定会来的。加油，我们开一个。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问几个问题，你觉得佳琪今天会来吗？我感觉他应该会来。嗯，如果他不来，你还会坚持减肥吗？不会。为了自己。对。如果佳琪今天来了之后说那个女生已经跟她在一起了，你会怎么办？其实也没有关系。嗯，至少我努力过了。嗯，我争取过了。你就放弃了？我会祝福他们。你会祝福他。嗯，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佳琪来了，她之前对你所有的好都是因为对你的同情，其实她对你没有所谓的恋人之间的好感，接下来你会怎么做呢？我会继续喜欢他，然后会就是按照我的计划减肥减到100斤，然后还是会付出我的一切来关心他。好，有勇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看看佳琪会不会来到现场呢？5 4 3 2 1，请按键。我学会祈祷，放下悲伤。你真好。爱的勇气。你不认识他吗？认识。你认识他？你从他身边像风一般一样走过。我刚才跟他微笑了。啊，来吧来吧，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到这儿来，来来来，过来过来。哎呦，今天的颜色都一样。Baby。So good to see you again. Every day I was in America, I thought about you. You were the only woman that I thought about. I wanted to ask you something very serious. Mila, Shaychin, Mrs. Wright, will you marry me? So if we're together, can we stay in China first? Will you just stay here just for me? Of course I will, baby. I don't care about my job back in America.I can teach English here. All I want to do is be with you. I love you so much, baby. Wo yao ni shi wo de lao po. 因为爱就是爱，不解释你一定动情，再不言说
是感应，是认定，我真的爱你了。Will you make me the happiest man in the world, the happiest bunny in the world? Dear little Tutra, will you please marry me? Yes, yes, yes. 在不言中，是自信，是认定，是温柔的唤醒，爱不解释，我要如此爱你。因为爱就是爱。你这花是扔了，每次都是我捡。瞧你们腻歪那样，我都不愿看了，赶快回去，该怎么亲怎么亲，但是一定记住，一定要守住承诺，要幸福，好不好？掌声祝福他们。